永争第一。狼在奔跑时，狂傲的长啸回荡在旷野上，倾泻着它的野性与傲慢。狼的精神就是永争第一的心态。那么，在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称之为进取心，它能够使我们不断地向既定的目标进发，它不允许我们懈怠，这让我们感到永不满足。当我们每达到一个高度，它就召唤我们向更高层次的境界去努力。永争第一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激发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想拿第一的人不少，真正能够拿到第一的却总是不多。许多人所以不能拿到第一，就是因为他们把第一仅仅当成一种人生理想，而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那些最终争到第一的人之后已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但有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理想变成了行动。一位教授的课堂上，经常会向同学们漫不经心地提问这样一些问题。比如有一次，这位教授问道，世界第一高峰是哪座山？如此小儿科的问题，大家当然不屑一答，仅用最低的分贝附和道，珠穆朗玛峰。哪知道教授紧接着追问，世界第二高峰呢？这下大家可傻了。有人争辩道，书上好像没有见过。教授不置一词，再问，那么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是谁？不料此次没有人敢回答了，不是忘记了，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教授的下一个问题，痛苦的是不知道第二个人是谁。因此教授又自鸣得意地提了几组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这位教授由此而感到十分奇怪，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却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令这位教授十分的高兴，就如同成功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下面的同学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教授在玩弄什么花招。幸运的是，教授转过了身，黑板上飞快出现了一行字，屈居第二与默默无闻毫无区别。最后同学们终于明白，原来教授是在鼓励他的学生要永争第一呀。永远坐前排，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永争第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争先，可最终却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下面的这位玛格丽特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许多思考。在20世纪初，在英国的一个不出名的小镇里，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小姑娘。自从在小的时候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经常向他灌输这样的观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永远不要落后于人，做事情一定要坐在别人的前面，即使是坐公共汽车，你也要永远坐在前排。父亲从来不允许他说诸如我不行或者太难了之类的话。对于如此年幼的孩子来说，家人的要求可能过高了，然而如此的教育却在以后的年代里被证明是十分宝贵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受到父亲的残酷教育，才培养了玛格丽特积极向上的决心和信心。在以后的学习生活或工作中，他一直都牢记着父亲的教导，总是抱着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真正的做到了事事争一流，以自己的行动实现着永远坐前排的教导。在玛格丽特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要求学五年的拉丁文课程，他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硬是在一年内就把需要用五年时间学的课程全部学完了。更令世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考试成绩竟然名列前茅。其实，玛格丽特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他在体育、音乐以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方面也都一直走在前列，是学生中凤毛麟角的佼佼者之一。当年他所在的学校的校长评价他说，他无疑是我们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他总是雄心勃勃，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出色。正因为如此，44年以后，英国政坛才出现了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就是保守党领袖，并于1979年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他在政坛雄居了长达11年的时间，被世界政坛誉为铁娘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永远都要坐前排，可谓是人生的一种积极进取态度，它能够激发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曾说过，无论做什么事情，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把事情做到最好。沃尔玛公司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家小店，到90年代成长为世界十大公司之一。到如今，此公司力争完美的雄心依然仍保青春。沃尔玛始终强调不断创新与向前超越，永远提供超出顾客期望的服务。把我们的事情做到最好。沃尔玛在其内部管理方面，员工都需要遵循日落原则，也就是对顾客当天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在当天予以答复解决。我们可以从沃尔玛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片段中感觉一下沃尔玛追求卓越的企业理念。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山姆的第一家5-10美元商店开业之后，其自身的销售额逐年上升，然而他对现状并不满足，他始终尝试着直接向制造商进货，如此下来就轻松地节省 25% 的进货费用。沃顿家庭中心为沃尔玛的第一家大型杂货店，其营业面积从当初开业之时的1200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2000平方米。在年营业额超过了200万美元的时候，沃尔玛又将经营方向转向了一个全新的形式——折扣商店。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沃尔玛自己的配送中心已经达到了16个，其总面积约达160万平方米。整个公司销售的8万种商品，85%的商品由这些配送中心供应。到了1983年，沃尔玛又斥巨资7亿美元与美国休斯公司合作，发射了一颗商业卫星，建立了计算机及卫星交互式通讯系统，实现了全球联网，为其高效的配送系统提供保证。也正是凭借这套全新的保证系统，沃尔玛总部可在1小时内对全球4000多家分店每种商品的库存量、上架量和销售量全部进行一遍盘点。